所以我们有一个说什么，长辈
家一会，来对我聊起来。张正仪接老家一会，张正仪接老家一会。还有人说，那我都不要吃，就不会长大，就不会多一岁了，都永远很年轻，可以这样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哦。所以有没有吃还是多一岁哦？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请那个小七小安教我们一首歌来唱，来跳跳舞。那等一下请小朋友。好，今天的台语的时间就到这，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